見到呢啲咁靚嘅陶瓷呢，係咪都想自己整返個呢？等我呢即刻介紹你嚟一間呢陶瓷嘅工作室，咁呢佢就會教埋你拉杯啦同埋上釉，咁就可以做一個專屬自己嘅陶瓷啦。陣間我就會將呢盤油咧，就好似整蛋糕咁樣倒落去呢個花窗度上色。燒完之後咧，個製成品咧就會變咗咁樣啦。